马来西亚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，也是全球南方重要一员。中马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。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及中马友好年。过去50年，中马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1000倍。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历程证明，我们不仅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，更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携手发展的好伙伴。